大家安静。我们一向是以德服人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今天机会来了，以往受过孔雪莉欺负的，上来揭发他。我们要让他死也死得心服口服。大家不要害羞，上来吧。我们仔细想了想，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啊。对呀，实在是不知道从哪开始揭发呀。是啊，哎，要不你们给提示提示？对呀，打个样，提示提示。要不你们夸夸我吧，让我死得舒舒服服的，好不好？闭嘴！我要揭发。好，有请。哎，呱唧呱唧。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开当铺的，他孔雪莉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到我的当铺，你们做梦都没想到他当的是什么。当什么呀？一条内裤啊。一条5年没有洗的内裤，都包了浆了。乡亲们，开天辟地，有人当过裤衩子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？有吗？我不愿意。他就用裤衩子打我。嗯，你们说他坏不坏？坏不坏？这件事儿你认还是不认？我认。哎。有人亲眼看到你欺负民女胡萱萱，把人灌醉了带到你家不让走，还让人怀孕了，这事儿认还是不认？哎，这事儿我可不认啊。胡萱萱不就站在那儿呢吗？问一下也不难啊。萱萱，我欺负你没有？我说出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种事情一个女孩子如何开口？我们给你做事做主。孔雪莉欺行霸市，招摇撞骗，作威作福，还欺男霸女，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了。哎，你们还有揭发的没有啊？哎，我要揭发。孔雪莉，你人品次到啥程度了？连你心爱的女人都要揭发你，我都替你丢人。老板娘，你大义灭亲非常好。孔雪莉的事儿你大胆说，你把她所有的丑事儿都说出来。我当然要说，我要揭发孔雪莉沽名钓誉，悄悄拿自己的俸禄去赈济南城的孤儿，却要到我这儿来蹭饭。我要揭发孔雪莉好管闲事儿，看到有人被迫淘金，十几年回不了家，她一定要把人家给救出来。我要揭发孔雪莉小题大做，这降城的地痞流氓遍地都是，她一定要把治安搞好。大家明明抽大烟，抽得倾家荡产，她一定要查封烟馆，让烟馆的老板流落街头。拉下去！我要揭发孔雪莉假仁假义，有人被狐仙请去赴宴，他一定要带人家出头。孔雪莉，你后悔吗？你一直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群人。让他闭嘴！混蛋！别动！海平，乡亲们，孔雪莉的罪行大家都听得明明白白了。明日午时，孔雪莉按族规进行火刑，以告慰降城父老。拉下去！好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啊！刚刚孔大哥被人冤枉说欺负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想着，如果大家默认了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说，也没人会信呢。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喜欢，他明天都要被烧死了，你都不替他辩解。你看看海萍姐，海萍姐，又是海萍姐，你怎么不想想我？
我当然也很难过呀。孔大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不会被烧死的。咱俩没话说，你一个人玩去吧。怎么回事？被人打晕了过去，没什么大碍。他们要怎么对付他？明日午时，河边火星。房东，紫金如果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你猜他会怎么想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紫金。紫金的命金贵，孔雪莉的命就不值钱了吗？竟然这么有舔脸了！孔大哥那么好的印，他怎么下得去手？老板娘，喝点。孔大哥，孔大哥，孔大哥，是我。我今天没有帮你作证。你不生气吧？我明白，你默认了，你觉得我会对你负责，和你在一起。还是你懂我？那你不怪我吧？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呢？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和你在一起了吗？做梦吧！你之前问我，我当初为什么会摸你的脸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女扮男装，我完全不知情，谁能想到你是个女孩子呀？你还反赖上我了？你刁蛮任性不说，长得还这么丑，还是袁纯风的表妹。我让你留在我身边，只是为了和袁纯风对峙的时候手里有个筹码。其实我早就讨厌你，讨厌到极点了。如果换成是别的女孩子喜欢我，我早就动心了。但是你。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看上你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先跟我走，你出去再骂我，出去再骂我。就冲你白天的沉默，咱们两个恩断义绝。我不要你示好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滚！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！方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没看见好不好？让我把他带走好不好？我看见了。萱萱，你走吧。你们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的心意你真的不懂吗？为什么爱我就这么难呢？是我不够好吗？是我不够漂亮吗？是我不够聪明，还是你觉得我爱你不够深，我对你付出不够多？我一遍遍的追求你，我把自己灌醉了，去你家陪你过夜。我是女孩子，我难道不知道难堪吗？小琳达也说我，我想当坏人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对我这么狠心？从来没见过我爹娘，我在舅舅家长大，大家都觉得我嘻嘻哈哈、没心没肺。难道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知觉的人吗？我笑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难过，我不想别人可怜我。我的身世我不能选择，我爱的人我也不能选择吗？我就是爱你，
我就是想待在你身边。我总觉得有一天你一定会被我感动的。那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啊？你是铁石心肠吗？我到底哪里配不上你的爱？你说啊！你给我闭嘴，滚！我恨你！一个人正大光明，自然不怕歪魔邪道，最怕你们心地不纯。既然信了我的道，就要听我的话，我可以保护你们。自然安定，百物不侵。畜生，休得无礼！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你明天就要死了，何必这样伤害轩轩？我明天就要死了，何必还要人挂念我呢？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告诉我吧，念在相识一场，我可以替你实现。你和姚子金相会的时候，旁边能不能放一张我的照片啊？也让我替你们高兴高兴。我的个乖乖，你比我爹妈还要爱操心。哎呀，来强城这么久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发现好像强城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大家还是和原来一样，贪婪、冲动、愚昧、迷信。我做的还是不够啊。所以我就跟你说过，天下事很多都没有办法，是你太固执了。所以要是有下一辈子的话，老实一点。全天下都一样，你不做改变，走到哪里都是降城。我听说过一句话，天下间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希望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情况也不可能更糟了。失望到了底，就绝望了，还能有希望吗？能不能帮我最后一个忙，弄清楚黄色粉末和蝙蝠的关系啊？啊，刚刚外面太乱了啊，我怕有人趁火打劫，让他趁乱逃走。没事，我一直盯着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马上处理。哎呦，方兄弟公私分明啊！可以，嘿嘿嘿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好好看着啊。我回去找了。Thank you.
孔雪莉啊，要你管，他不喜欢我，我还不稀罕呢。玄玄，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。你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一个将死之人身上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倾慕你的人还有很多？你别在这儿虚情假意。 连艾萍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赢得了他的心，事情还没完呢。我真不知道孔大哥到底喜欢你哪里。我没有嘲笑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接受，能看开一点。 干嘛去啊？哎呀，小铃铛，我们要去救孔雪莉，你就当没看见我们吧。我也要去。不行，多给你多份力量。嗯，走。嘿，二位大哥，外面有个疯婆子在撒铜钱。疯婆子在撒铜钱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。 哎，回去，在哪儿呢？怎么回事？出来吧！你去准备着。啊！你看这人心多大，这个时候了还在睡觉。 连海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下里放了孔雪莉！孔雪莉是我男人，我当然要救她。不要脸！她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？她向我求婚，我已经答应了。我说不行，乔老爷子，这个连海平每次都捣乱，坏了很多事情。
他就是天煞孤星，谁跟他待在一起，谁倒霉。哎，其实这样正好，我们一个是孤星，一个是灾星，正好配一对，那就让我们携手相伴的自生自灭吧。你想得美。萱萱你现在挺厉害的呀。萱萱不是你叫的，叫我全名。哼，想自生自灭没那么容易。梁海平，你不守妇道，私下里跟孔雪莉有了奸情，我们不能不管。襄城大好的民风不能坏在你手里，我们眼看着你的家人一个个死了，都是你害的。活该。红颜祸水啊，这次绝对不能留你了。准备好猪笼，把连海平沉到襄城河底淹死。不行，臭老头你挺厉害啊，你敢杀人啊？事情还没商量好，要杀只杀孔雪莉就够了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我们已经商量好了。来人。是是，我看谁敢。孔雪莉小心啊。萱萱你给我记着。蝙蝠要来了，快跑啊！千万别碰到黄色粉末，去柴房躲着，等我回来。朱烟子，你不许走！走啊！我变成今天的样子都是你害的。萱萱，蝙蝠都来了，松手。师哥，孔雪莉她又跑了。没关系，有连海平在，她跑不了。你真死了！真死了！死了！真不要脸的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淹死他！不要脸！丢人！真是不要脸！淹死他！丢人！败坏风气！臭不要脸的！淹死他！找他去看看去。你在祠堂施展妖术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是，连海平，你留遗言吧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会说，我化作厉鬼也要报复你们。但是现在，我知道，这世上只有人骗人。根本就没有鬼神，所以我只能说，祝你们幸福。胡萱萱，也祝你幸福。我会幸福。不要等了，醒醒！是。Thank you.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杀了海萍姐，你也害了孔大哥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要的，没有人能跟我抢。现在连海萍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能跟我抢孔大哥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太吓人了！哥，这下你满意了？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你再也不是我心中那个正直的方哥了，我讨厌你。下去吧。是。去吧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连海萍死了，龚雪莉也失踪了。爷，咱不难过了啊，难受咱就哭出来，不憋着，哭出来没事的，哭出来吧。我难受个屁呀！我知道吗，宝贝儿，龚雪莉这个扫把星终于扫除了。给我拿衣服去。好了，爷。咱不开会了，还开什么会呀？事情都过去了，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我要赶紧回降城，告诉所有人，我神天官王者归来。孔雪莉在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是啊，见到我们不是一样也得死啊？切，怕什么呀？对吧？哎，对对对对。县长看完会回来了。哎呀。刚接到消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了。没想到，居然发生这样的事，老板娘都死，让我怎么对得起雪莉兄弟？正所谓，自古多情空余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呀，你也回来？我想也是。孔雪莉最爱记仇，她肯定去搬救兵了，找到胡汉生。叫了一批人马过来。连海萍死在降城，陈大人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是不是有个会要开呀？哎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是我们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快快快快，走走走，要开会了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让开让开，大人啊，你现在让路。房东，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跟我迎接雷公去，走，大伙儿都等着呢。知道活着回来啊，平时不在家，回来就发脾气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剧院被人欺负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出去乱跑，不让你出去乱跑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吃苦头了吧？啊，以后就待在家里，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。我就爱顾雪莉，我爱她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爱一辈子。只要他活着，他一定是我的。就算他要死，也只能为我而死。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什么是爱情呢？
大都督续命法事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我要去一趟北平。那降城的事情怎么办啊？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一些收尾，会有人来处理的。给你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怎么好意思拿啊？北平琉璃厂一个大洋买五个，不贵。啊！刚才我以为自己死定了。所以看到我来，内心是不是一阵狂喜？狂喜倒是很狂喜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潜水用的，里面装满空气，可以在水里面待很长时间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这是用什么做的？猪髓宝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猪装尿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啊，很坚韧，不容易破。我饶不了你！谢谢。活着真好。还有更好的。什么？化日的，羞死了！那晚上再来。去你的，没正经。刚还没清够，再清一会儿。快点儿，过来。都给我抓紧点啊！人上，人上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果然是陈天官搞的鬼，差点骗过我。走，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把东西都卸了，今晚就要用。是。张师兄，你来了。好不容易把东西运过来，今天晚上要搞大动作。那个人就是姚子琴。不过他怎么和张驴子搞到一起去了？我早猜到他们是一伙的了。要是方栋知道了，得多伤心啊！他们献了什么呀？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在天空中看到的闪电。闪电？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物理现象，就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串联谐振变压器，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，也就是闪电。说人话。就是一个叫特斯拉的美国男人，在美国长岛的上空制造了人造闪电。人能制造闪电？那这特斯拉就是神仙了。你是故意气我是吧？人能制造的东西多了，差不多我们也该走了，他们也该到了。谁？一个老相识。Patrick, long time no see. 等到你了，汉生。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你还敢来？往你公馆打电话，居然没人接。哦，你一定要 forgive me 啊！当时 Patrick 打电话给我，说了降城的情况，我马上托人从日本掰了这些东西，连夜空运回来的。这么说，你上次逃跑是去搬救兵了？当然了，要不我干嘛跑啊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，今晚有大动作。大队人马很快就到，你们放心。来，东西准备好了，要不要踹一下？先不着急，我们一定要赶到他们前面卸卸货。来，大家卸货。好，好。
你们两个去搞掉他们的电路。好，连好我们的电路。是。哎，雷公，咱们什么时候到啊？我不知道，老等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神了，太神了！这就是雷公啊！这就是雷公啊！你没见过？哎呀，雷公在此。